下面请您欣赏《规矩论》，表演者孟鹤堂、周九良。太高兴了，玛莎拉蒂，行了吧？感谢大伙儿掌声鼓励啊！我彪马，行了，多好！刚才你怎么说话呀？说话呀！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不错，下去休息休息，你看把中间这大哥都睡着了哈，说的哈，对。醒醒啊，醒醒！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啊，表演者孟鹤堂、周九良啊。上台来呢，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。哦，还有不认识的。认识的可能有一半，不认识的也可能有一半。啊，介绍一下，我叫孟鹤堂，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，没有什么名气啊，不至于大家伙这么捧。真的太捧了，让我真是受宠若惊啊！真是让我受惊了，真的是。啊，对，太露骨了。我说什么你就拦着我，就是让我受惊。我觉得大家伙，哎呦，这么喜爱孟鹤堂，我觉得无以为报。今天我在这儿，你怎么着？我宰个周九良给你们看看。凭什么？怎么着？感谢大伙儿，介绍完我了，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。我确实都得介绍一下嘛。是啊，确实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。有认识的知道他叫什么，那没有必要介绍。那不认识的怎么办呢？您问一问认识的，好不好？合着您不介绍我，这样最省事儿。对了，您直接说出来更省事儿。说一下啊，这位老师是我的搭档啊，那他也有一个人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叫。有人说李雪琴，我你说李雪琴是我搭档吗？开玩笑的，啊，就是那个叫橘猫哈，你们都认识哈。说人名，说人名，他还有一个人类的名字叫废话周狗粮啊，周狗粮。先等会儿，你怎么着？周九良，周老师啊。哎，您老师啊，哟，这次有点反常啊，这次平时我一喊周九良，完下边哗。然后我一鞠躬，我说你们玩吧，我下去了。今天这包没法使了。哎，对了，你看，再来一遍啊，再来一遍，再来，没那个机会了。啊，确实是啊，我们哥俩给您表演一段。刚才是谁呢？是秦霄贤，跟这个何九华呀。对啊，两位老师说了一段叫学哑语。对啊，就是学哑巴呀，非常的搞笑。下去休息休息，歇会儿，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上台来呢，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啊，刚才都介绍完了，啊，介绍完了吗？还介绍一遍。孟鹤堂说了吗？你又给一次机会。哦，感谢大伙儿吧，这么捧。你看我们这一场一场节目演下来，我是第二，倒数第二个。哦，这叫在我们后台叫什么？叫倒二。对，倒二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？叫怎么说呢？叫。起承转合的这么一个作用，起承转合，承上启下。对，因为什么呢？每一场都有自己的任务，这是我们后台的规矩。头一场上来什么任务？头一场上来开场。对，什么叫开场啊？必须把大家伙啊逗乐了，然后呢，让观众有一个就是非常热闹的气氛，让下一场再接。它起到一个什么呢？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。是。那二一场呢，他上来再接着说呢，说完之后让大家哈哈一乐，他好接啊，前面那个，对不对？二一场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？什么作用啊？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。关键时刻到我们上了。到我们上了，我们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？承上启。咱这规矩他们都懂了吗？反正这规矩我听着耳熟，承上启下这么一个作用。嗯，然后呢，就是那个底角了，郭老师，郭老师和郭麒麟，郭老师，嗯，啊，两位郭老师一上来，他们叫最后一个节目叫底底，人就是角儿啊。对，我们前边各位，我们前边都是服务人家的。嗯，为什么我们服？买卖是人家的。
对吧？您甭乐，我们就是一个打工仔，对吧？你站好每一班岗啊，是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说实在，我们这节目干嘛？找时间，哦，找时间，怎么找时间？前边时间使超了，嗯，我们就小点哦，我们窄点，哎，他们要使小了呢，我们就大点，哎，什么时候那边一招手，我们是随时鞠躬都能下去。对啊，那边只要一招手，鞠躬就下台。行，咱们不光是承上启下，咱们还是这。你招手没有用，你招手。行啊啊，就所以说呢，我们起到了一个什么呢？对，金箍棒的作用。说大说大。哦，我没懂你这包。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。哦哦，像话吗？哦，不是，我们就是把控时间。把控时间，嗯，这都是规矩。那我们来说，你看，甭说台下，台上都有规矩。台上什么规矩啊？台上，只要我们一出台，那就是规矩。这什么您呢？这就是德云社给我们旗下艺人。我听，我这个词语好新颖啊！怎么新颖了？我们一般都叫上台。上是上台呀、啊，你不得从那儿出来吗？对不对？从那儿一出台，哎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不让串啊，不让串台，不是一出来哦，咱们这叫出台，出台一出台，哦，你看我们俩人，那可能咱俩这个酬劳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呢？嗯，我是捧哏呢，那意思我挣得多呗，我是上台，好好好，甭管什么台，嗯、甭管什么台，一上来。您诸位看见了吗？嗯，捧哏演员先出来，啊，对，我得站照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这逗哏演员才跟着出来，对，他得走我头来，他站外边啊，甭管什么时候，他得走我头来，对吧？您也不用羡慕啊，就是再过几年，您争取走我头来，不是。我就不爱捧哏，嗯，好，我不爱捧哏，好，他站里头，我站这儿，您看，诸位，注意了啊，嗯，这都规矩，什么规矩？上台来，离话筒一步远啊，先给大家规规矩矩鞠上一躬，哦，鞠躬，鞠躬致意，这就是规矩，这什么规矩啊？你得给观众鞠躬啊，哦，观众给你一热烈的掌声，对不对？我们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，观众给予热烈的掌声。对于这个两位演员表示欢迎哦，没有要掌声的意思啊，谢谢，这没有，谢谢大家，太捧了不合适啊，嗯，就是说我们俩往这一站一鞠躬，这鞠躬就是规矩，鞠躬有什么规矩啊？规矩太大了，嗯，往这一干一鞠躬，好，不是90度，嗯，也得360度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您呢？啊，360度啊！你是拿自己当扒鸡了？这是360度，那不撅过去了吗？不是，反正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不到45度也得到90度。哎，鞠躬，深一点。鞠躬怎么鞠？这还能怎么鞠啊？先行注目礼哦，看大伙儿，然后再鞠躬，鞠完躬起来再行注目礼，再讲话，这就是规矩。哦，没有说鞠躬鞠一半啊，鞠一半看大伙儿的没有。鞠躬的时候不能抬头吗？不能抬头，不能行注目礼了。我觉得没什么区别。我给大伙儿表演啊，你看好看吗？就是鞠躬的时候抬头，显得迫切见到大家呀，这不多好。哎，上台了。哎，鞠躬。哎，90度。哎，180。哎。您起来，他好看吗？您这是鞠躬啊？我是杂技团的顶碗，改杂耍了。他不好看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没有这样的哦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有规矩？嗯，规矩就是让大家不要出洋相哦，对不对？什么事都有规矩，规矩太多了。比如说，我刚才我这一顶碗，大伙乐了吧？嗯，这一笑都是规矩。笑有什么规矩啊？你看，一般大伙儿我不知道注没注意啊？啊，这笑容啊，啊，来得快，回去的慢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您自注意啊，我给大伙儿表演表演啊，您学一学，学一学，嗯嗯，
孟鹤堂在这说相声，一上来，这底下坐一大哥，坐一大哥，是大哥，要不您戴一眼镜吗？刚才之后有一大哥，他老这样看我，我也不知道他是睡着了，还是瞧不上我，还是怎么的，这么看。后来我发现他这样，近视眼啊，他还抱着膀在这儿，还买第一排，你管着管不着啊？买票进来听相声，你管人家呢？刚才我上我就分析，因为有一位观众表情不对，我得分析是什么情况，什么状况。你太累了。他万一上来打我一顿怎么办？行了，我现在他不上来，我现在我都想打你一顿。我得分析他怎么回事。后来我才发现他近视眼，他这样。行了行了，哎呀，说到哪儿了？说到笑笑，笑容来得快，回去的慢。笑容来得快，回去的慢啊？什么样啊？你看，哟，孟鹤堂。上来了，讲相声，说相声的孟鹤堂太可乐了，包袱一抖包袱，哎呀，那么可乐吧？哎呀，太可乐了，我，咱们还有那么响的包袱呢？哦，可乐，孟鹤堂、周俊良可乐，真是怎么着乐成这样？哦，还乐呢，哼，这才完，哎呦哈，那么长时间，这个笑容才完，笑容来得快，回去的慢，您注意了吗？这太耽误功夫了，这怎么耽误功夫？笑都这样啊，你这笑的时间那么长，他耽误听后边的包袱啊，这就是规律，这就是规矩。我觉得让他，笑容来得快，回的也快。什么意思？回得快呀，然后要不然这后边的包袱他也听不见呀，就影响后边的包袱。来得快，回去的也快，节省时间。那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你旁边听相声受不了。哎，你可就孟鹤堂来一回呀。孟鹤堂来了。孟鹤堂太可乐了。是。抖一包袱。对。怎么这大哥下一蛋是怎么着？下一蛋干嘛呀？来得快回得快吗？哦，但你说来快回快怎么来？不是，你表演一个，我哪知道啊？对吧？嗯，你看你这样旁边你坐观众，你以为这是什么呢？嗯，对不对？你不在家干活，鸡出来了，好家伙，这不行哦，对不对？不好看，吓人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规矩。嗯。您琢磨，好多事情都有规矩。你比如说，还有什么规矩太多了？哦，比如说，有人看相声，他不好好看，他那举手机录，然后呢，你好不容易买张票吧，他看屏幕，你回家看你好不好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哎，要不然你这样录也行。对，你一边看着一边录着，回去我就看，再回忆回忆啊，再传往网上传载一下，他这样看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规矩。是，这什么规矩？这不叫规矩，这个。我开玩笑啊。嗯。哎，有的人好不容易来现场了，你就不要看屏幕，尤其那位大姐，我说你半天了。我点你名了啊。你知道这人叫什么呀？二丫头。衣食父母，管人叫二丫头。妈妈，我管人叫，我就说这意思。您这，你要不然您拿一望远镜，您这录了对不对？还举着，你想录全场是的吗？嗨啊，行。我们不留资料不就完了吗？好，咱说咱的啊，还有什么规矩呢？那规矩可太多了。是，你比如说，咱平时生活当中还有什么规矩？俩人大街上见面了，聊天、走路都是规矩。这那么多规矩啊？那规矩太多了啊！你举个例子，走路的规矩。嗯，你比如说，我打那边来，你打这边来。哦，人走路，您注意啊。嗯，走路腿动，胳膊也动。腿动胳膊动，只要腿一停胳膊就不动，站住
这俩手机神奇不神奇？是吗？啊，我没注意，咱试试。好好，你打这边来，我打这边来，行行，好吧。我一拍脑门，我就不说话了啊。啊不。不要再回忆上一场了，行不行？闪了的，行行行，那个，咱看模仿那个走路啊，哎、走路，咱不使学哑语了啊。您看是不是？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周老师，哎，孟老师，最近挺好的，哎，挺好。家里挺好的，都不错啊、哦。你爸爸还没烧呢。对了，什么呀？还没烧呢？不就聊天吗？闲聊天。哎，就在聊天，我抖包袱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发没发现你手没动？是，你说完最后一句话，我手差点动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腿一停，手就停了。哦，站住了，俩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各位，您回忆回忆，回忆回忆，您走路的时候是不是一站住了，手就停了？就不动了，哦，没毛病吧，老铁？哎，我觉着啊，嗯，生命在于运动，怎么着？这站住了，手不能停，得动起来啊！你那意思，这腿站住了，手也别停？对呀，那能好看得了吗？这玩意儿多活力呀！那咱再试试，好啊，咱再试试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来来来啊！来了，哟，周老师，孟老师，这挺好的，自己挺好，家里都挺好的，都挺好，你爸爸挺好的，我爸爸不错啊，抓紧聊啊，怎么了？我得上趟医院，去医院干嘛呀？我这胳膊受不了了，这好，我也得治治我这脑子了。那么俩人这不这么聊天合适吗？嗯，他不好看，是不好看，对不对？嗯嗯，尤其是台你看。你在台上，我们说看大伙儿，有的姑娘，刚才我就发现了，嗯，有姑娘一笑特别好看，哦，啊，就那姑娘，那姑我不别指人，啊，一笑特好看，是，她一笑，姑娘一笑，我就发现有一特点，什么特点？她这个上牙呀，咬下嘴唇，上牙咬下嘴唇，对。嗯、那姑娘一笑，她腼腆的笑，上牙有下嘴唇，她好看。我没注意。你比如，咱不说今天来的朋友们啊，嗯，咱就说，比如说在大街上，嗯，你看那姑娘啊，来回走，我给你学模仿一个小段吧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大姑娘一出门，扭扭捏捏的啊，腼腆，腼腆，嗯，内向。那边王妈妈跟那个门口嗑瓜子呢。您说是哪个姑娘？这是，就普通一姑娘。哦哦哦哦，普通。哟，二丫头，说干嘛去呀？啊，王妈妈，我是上街给我爹做身衣服。哦，最近是不是找婆家了？哎呦，您看您说的我这都不好意思了。嗯，真是，哼。哎，您看了吗？远处看不着吧？哼，行，是不是上牙咬下嘴唇？您注意了吗？远处能看见，因为他们有手机。他笑的时候特别腼腆的时候，上牙咬下嘴唇。哦哦，这就是规矩，是吧？啊，没有说下牙咬上嘴唇的，一样吧？那不好看。那怎么姑娘长得好看，怎么都好看？你大姑娘家下牙，你别练，嘿，她跟那儿练上了，好像。没有下牙咬上嘴唇了。你学一学，咬不上你。学一学，你这大哥也跟着练。你学一学，我学你学。为什么？我看不见呀、啊。还是王妈妈跟二丫头啊。啊，行行，王妈妈赶紧来，快。哟，二丫头，干啥去啊？哦，上大街干啥去？上大街卖俩猪崽子，给我爹扯个花布衫子。哎妈呀，最近处对象了吧？你这听谁说的？你那嘴，你跟棉裤腰似的，你叭叭叭叭，嗯，哥，
行，看着了吗？这太丑了。行了行了，我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。谁家姑娘这么像？行了，她不好看哦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不好看，一个出洋相哦，对不对？人笑都是上牙咬下嘴唇哦，这好看，对不对？嗯，您自个儿回去练去啊。是，你别这么练啊、哦，别这么练啊、哦，那是铲车。哎，还行，行，牙给洗了。嗯。就说呀，规矩无处不在。嗯嗯嗯。你比如说还有什么规矩？还有什么呀？规矩太多了。嗯。我再给你讲讲啊。哦。还有什么规矩？什么呀？比如说俩人在街上碰面了。嗯。哎，你认出我来了。嗯。我没认出你来。哦。我得回忆一下你是谁。在想人的这个过程当中，这手要摸一个位置。哪儿啊？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？嗯。叫灵觉骨，灵觉骨就是这个位置哦，这儿哎，灵觉骨想人的时候都摸这儿哦，你不行咱试试，是吗？啊，我前头走，你叫我啊，行，叫咱试试，行，哎，孟钢蛋，钢蛋，那不是我，哦，铁蛋，铁蛋也不是我，我没那么硬可叫。叫我名儿好不好？孟鹤堂。哎哦，哎，孟鹤堂。哎，嗯、啊，今天我，嗯、啊，我妹妹得找个会说话的。我会说话呀。行啊，不是。那个谁的你？我您不认识了？那您好好想想，谁呀？哎呀，你这是看着面熟，贵人多忘事，看着面熟。哎呀哎呀，你这谁来的？您仔细，不用谁来着？咱们看着面熟，我想想啊，想想，想起来了，周钢蛋，行，都叫钢蛋，周九良，周老师，是，你看是不是想人的时候摸这儿，没毛病吗？对不对？哎呀，我想点事，想不起来呀，灵觉骨，灵觉一拍这儿就想起来了。哦，我今天因为做头发了，我不敢好好拍，我怕把头型拍乱了啊。这位置，这儿叫灵觉骨，嗯。只能拍这儿，只能拍这儿，想人的地儿只能拍这儿，拍别地儿不合适。哎，您这话说的太绝对了。怎么绝对了？想人吧，用脑子想，跟拍哪儿没关系。你看，就得拍这儿，没有拍别的地方的。拍别的地方也一样。怎么一样了？看着也顺当啊。怎么顺呢？什么怎么顺呢？你咱们可以演一遍，拍哪儿都行，拍哪儿你都能想起来。来，咱试试来。哎，孟鹤堂啊，谁呀？想不起我来了，谁来呀？我，好好琢磨琢磨。谁呢？谁呢？周九良，是我，肛肠科主任周九良。你摸这儿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在这俩这儿在哪儿认识的？这是，不是你不说摸哪儿都合适吗？我让你摸屁股了吗？你不说摸哪儿都合适吗？摸这儿合适吗？对不对？行好。所以说只能摸这儿。你刚才注意没有？注意没有？大姐，催咱快点，咱赶紧说啊。你注意没有？我们俩马上完了。他马上完了，我没有，我得站到天亮。对，我刚才在前面走，你一叫我，我一回头，就这回头都是规矩。回头什么规矩？回头肯定是先转脑袋，后转身子。哦，是吗？您注意，您注意，我您要叫我啊。哦。哎，孟鹤堂。嗯，干嘛呀？你看。哎，干嘛呀？是不是先转脑袋后转身子？是，规矩不能违反。
违反就不好看了。怎么呢？你要先转身子后转脑袋呢？一样吧。不好看，你再来一回是吧？嗯。哎，孟鹤堂。干嘛呀？他不好看，这被人落枕了是吗？他有这么回头的吗？对不对？哎哎哎，孟老师啊，我想出一个主意来。你这笑点有点清奇啊。我想出一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没有这个先后顺序了。怎么的？脑袋跟身子一块儿转过来。一块儿转。这怎么样？那也不合适。这行，我再试试来啊。哎，孟鹤堂。怎么没听见？往前走吧。你别走啊，你等我一会儿。这哪里？你怎么你这耳朵根那儿有一个复眼是怎么着啊？没听说，我用余光看这没人了。废话，你这就转过来太慢了，这也他像话吗？他不好看，对不对？谁这么回头啊？哎呦呵，大半夜走胡同一叫，嘿，哎，再吓死俩。行了，没这么回头的，谁这么回头啊？哦，对不对？你看回头他也有规矩，哦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什么规矩啊？啊，还有，你比如我有任务，我有任务，你们还老，你也别着急，也别催我，我慢慢说，我得十点才能下去呢。你说为什么我们选择规矩论这个节目，因为它可长可短。我说我加一番回头，我加一番什么那个甩胳膊，我可以砍掉，我可以不说。哎，一番一番，他说长能长，说短能短。行，还有十分钟，倒计时开始。咱得服务人家二郭先生嘛，对不对？两位郭先生嘛，对。行，我服务郭麒麟老师。那你受累了，岁数大点，终归也身体不好。哎，咱说哪儿了？你是说我知道？我再挑一个，我再挑一个。大哥别着急，我还有十分钟下去，你干嘛去？上厕所。哎。哦哦，祝您成功。对。行，行了，行了。一定会成功的啊，相信自己。您看各位，小动作也都有规矩。小动作啊，小动作啊，比如说咱平时生活当中，你看有的人啊，撩头发，对不对？揉眼睛啊，挖鼻子，挖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小动作。挠痒痒，就这挠痒痒都有规矩。您讲讲，挠痒什么规矩？它肯定是上边痒了往下挠，下边痒了往上挠。您琢磨，您仔细琢磨，不是您回忆回忆。不是孟先生，大哥，你这么挠是什么意思？这还有，您仔细回忆啊。大哥摘口罩呢，是不是？您看，我给您模仿啊，模仿。对，您那么说不直观，您表演出来。就比如说，夏天，你跟外边站着，闻得多呀，是闻特别多，落脸上了。嘿，哎呀，粉底拍掉了，带着血劲儿呢。这是盯上了啊，咬上了，好痒啊，痒，怎么办呢？我要挠一挠。这用想吗？这还怎么挠呢？怎么挠啊？从上往下挠。什么样？您注意了。从上往下，你看了吗？它从上往下挠，下边呢
一样，夏天外边站着，嗯，蚊子多呀，是，嗯。有喊退票的了，那我蚊子快飞快点，嗯，落腿上了。这蚊子呀是控制时长的，可长可短。哎呦呵，又来。喂，呀，嗯，带着血筋呢。是，这是钉上了。钉上了，好痒啊。嗯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挠挠一挠，哎，对，还得问，非得问，自问自答一下。怎么挠呢？怎么挠呢？从下往上挠。什么样子？就冲你喊出这句话了，你得单加钱，我跟你说。大哥了吗？大哥喊好骚啊！你大哥，你好懂吗？你看是不是上边痒了往下挠，下边痒了往上挠、哦，对不对？这规矩不能违反，违反了就不好看了。怎么呢？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那你什么意思？掉一个啊！掉一个。对呀、啊。怎么挠都解痒痒。对呀、啊。它不好看。怎么不好看呢？你说那意思，上边痒了往上挠。对呀、啊。下边痒了往下挠。这寓意着顺利啊。我给你表演表演。夏天外边站着。是。蚊子多呀。你是没家吗、嗯？你怎么老外边站着呀？不是，你不给你表演这个吗？啊、行，外边站着，外边站着。外边有蚊子。行，去去去去。嗯。好好好，嗯，露脸上了，啪！催我快点，哎呀，嗯，带着血筋呢，对，钉上了，这是钉上了，嗯，好痒啊，对，怎么办呢？快点挠，快点挠，快点，怎么挠？啊，从下往上挠，什么样的？怎么挠？啊。哪只？这是手，这是手。是这样吗？它好看吗？它不好看啊、哦，对不对？下边痒了呢，往下挠。外边站着，不让我外边站了，往下挠。呀、啊，蚊子，嗯，叭，落腿上了。我一看，带血筋儿呢，带血筋儿的。哎呀，钉上了，怎么办呢？赶紧挠，快往下挠。往下挠，往下挠，怎么挠？这怎么挠？怎么挠？得这么挠。哎呦嚯，你这。怎么这么挠，啊！这学过挖掘机，这是。哎，上下一块痒，你这人就废了。嗯、怎么废了？这模样。您看过《孔雀舞》吗？就从这儿来的。行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对不对？无论什么地方都有规矩啊。这都就是，小动作上的规矩。哎，哦，说话聊天也有规矩。哦，语言上也有规矩吗？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地点，决定话多与话少。那我问问您，哪儿的话多呢？饭馆的话多。哦，吃饭的地方。吃饭的话特别多。哥俩在饭馆碰见了，半熟脸也好，很熟也好，话特别多，但是不显多。嗯，显着哥俩之间那么近乎。哦，是吗？那比如说咱哥俩，咱两个人，咱俩人、嗯、饭馆碰见了。哦，您跟饭馆坐着正吃饭呢。是，我一推门进了屋之后，嗯，您跟这坐着呢。啊、哦，一抬头瞧见您了，哟。周老师，嗯，孟老师，这儿吃的啊？这在这儿吃的，天天这儿吃啊？啊，天天这儿吃，每天下了班 啊，就这顿准这儿吃。那您不家里吃去了？不家吃去了，这都几点了？他们娘几个在家都吃完了、哦，我在这儿多少吃点就得。来来来，咱哥俩坐一桌吃来。不，您那儿坐不开，我走了，走了。你干嘛走啊？我吃饱了。你别走啊？干嘛呀？找我们两口热的。哟，我真吃撑了，有点。那什么，下回再说。得了，得谢。哎，再见，谢谢您。您看话多不多？还真不少，但是它不显多哦，显着哥俩之间这么近乎，热情，这就是话多的地方。嗯，哪儿话少啊？厕所，茅房啊，话特别少。亲哥俩在厕所碰见，也就一句话，说的是带纸了吗？就这一句，啊，顶天出现点意外，加一句，带纸了吗？没带。完了，嗯，等干吧，俩人都没带，对不对？你顶天顶天，这是话少的地方，跑这逛厕所来了啊！亲哥俩碰见就这两句话，这亲哥俩这关系不好吧？还这干那还关系还怎么好、啊？有仇，
没仇，亲哥俩有什么仇啊？你既然关系好，不分时间场合，在哪儿话都多。厕所话也多，一样聊啊。聊什么呀？聊什么？你这疯了？你聊什么？你这啊，你听我的啊，就把饭馆那套词儿挪厕所说来，热情啊，那玩意合适吗？哎呀，可以啊。那咱试试，咱表演一下啊。来吧。把这个饭馆的词儿挪到厕所说来，哎，好比这就是厕所了，嗯，是一个公共厕所，是啊，您呢在厕所里正正那什么呢，正方便呢，来臭臭啊，正好我也来这个厕所，推开门进了屋，找好了坑位往这一蹲，嗯，刚要拉还没拉呢，一低头瞧见您了，哎，碰见。我掉里了，哎呀，你上来呀，你踩我手了，我掉里去干嘛呀，一低头瞧见您了吗，一扭脸，一扭脸啊，哎，一扭脸蹲好了啊，刚要拉还没拉呢，是一扭脸瞧见您了，碰见熟人了，这玩意儿没法表演、啊、你是演员，你是你演员，你是演员吗，怎么了，你表演，你们家站着拉屎啊，你这不废话吗，咱这是表演，我要蹲下谁看得见我呀，你别全蹲，你矮点身差不多点、啊、你做一个表演的状态嘛，对不对，我膝盖受不了，来，嗯，你们家趴便是不是，我管你那么多事儿呢，表演一个演员站在舞台，你给大家伙呈现的是什么呀，你得像啊，对不对，嗯，你拉屎等屎使劲呢，这句话好深奥啊，这怎么他自己往出钻呢，是怎么着，什么意思啊，你得有感觉呀、啊、对不对，你表演出我得使劲是吗，啊，你讲不讲道理，怎么了，你讲不讲道理，我怎么不讲道理了，我拉稀呢，我现在连个替分我都不敢打你知道吗，我打个替分从我都出去了，我却无言以对，好吧，蹲好了，刚要拉还没拉呢，一扭头瞧见您了，嗯，周老师，孟老师，哎呀，您这儿拉呢？啊，我在这儿拉呢。您见天这儿拉呀？嗯，我天天这儿拉啊，每天下了班就这泡，准这儿拉。那您不加拉去了？不加拉去了，这都几点了？他们娘俩在家都拉完了。我多少在这儿拉点就得了，来来来，咱哥俩蹲一坑啊，来来，我蹲不下，我走了，你干嘛走啊，我拉完了，你别走啊，干嘛呀，再找我们两口热的，去你的。